前隆祥五十周年紀念活動嘅人數咧，總共有185人。其中我哋係原來施前隆祥職工，即係我哋嘅龍友咧，就有139人。盛況空前，在今日加上今日嚟咗好多嘉賓，都係曾經同我哋一齊喺紫荊共事過、戰鬥過，有我哋嘅領導，有我哋嘅同事，所以今日好難得。1965年9月5日，到而家，整整50周年，我哋130多個一群60-70歲嘅老人，從廣州、從香港、從省內外，甚至到海外、李家、澳洲，重新回到粵北山區呢個地方，重返我哋青春時候曾經戰鬥過、工作嘅地方。點解呢件事本身，我覺得已經係我能夠講明好多問題啦。以一塊土地，點解對我哋呢班老人咁有吸引力？因為佢係我哋最我哋一失喺係我哋喺呢度戰鬥過、生活過嘅地方。佢係我哋一生中最寶貴嘅青春歲月，就喺呢度度過嘅。在這裡我們失去過很多，但我們亦都有過收穫。我們嘗盡了酸辣苦澀，但亦都在這裡磨練了我們的意志和毅力。我們歷盡了艱辛，但亦都由這裡開始懂得人生道路的曲折。所以我覺得這一段經歷對我們所有的農友以後的前途甚至命運都影響很大，所以儘管過了50年，我們仍是對這塊土地刻骨銘心、終身難忘。正因為我們曾經在這裡有過一段同甘苦共患難的經歷，所以呢，我們當年我們在這裡是結下了，結下的情義是特別純樸、特別真摯的。這一種的友情，我想我們以前的同學之間，或者以後的同事工友之間，都是難以相比的，所以我們很珍惜這段友情。我們以近年來隨著大家陸續退休下來，比較休閒，亦都隨著通訊的發達，我們建立了自己的網站，我們有很多微信的群聊網，所以使到我們大家的溝通更加頻繁，我們的聯繫更加緊密。這些真誠的友誼，我們更加會在今後肯定會百倍珍惜，讓它更加發揚光大。在我們還有一些農友，我們還有一些農友都本來都很想今次來跟我們一起來到這裡，一起歡聚、一起懷舊的，但限於他們的身體情況，已經有些都不是比較輕易出現了。所以我覺得我們在座這麼多農友是對我們的身體還覺得可以，這個都是很值得慶幸的。所以我們呢，更加應該珍愛自己的身體，好好保養好自己，爭取我們能夠繼續有機會這樣相聚，期望我們能夠相聚到
60周年、70周年，祝我哋在今次嚟参加会嘅各位嘉宾、各位老朋友，祝我哋嘅龙友大家健康长寿、家庭幸福，干杯！
经上山下乡50周年纪念的时刻，我衷心祝贺思荣的兄弟姐妹，在座各位嘉宾身体健康、长寿、家庭幸福、安享晚年。我的母Yeah.
现三方带在头，家国家国在手，国草汉武快走，大山建一处山石，歇歇脚，松马算命马。再见，一路平安，祝福。